Tuwing ka.小姐姐应该都挺怕打这种钩子辅助的，压力太大了。你小子是真的胆子大，你小子胆子是真的大，好贪呐，真的好贪呐，怎么这么贪呢？比我都贪。 这还敢来的？哇，好伟大的辅助！拿自己的生命来帮 ADC 挡这个钩，我的天呐，泪目了直接。我泪大目。他能走的，但是他为了给 ADC 挡这个钩，放弃了活着的希望。 非常英勇的就这样倒了，这就是小姐姐吗？太令人感动了，太令人感动了，真的，他是真的帮 ADC 挡这个钩子。 这么善良的女孩子，我就不抓她了，太善良了。升个六，哎呦，没到六，小豹子，当他面反了个蛤蟆，哎呦！ 一点都不慌，走，他有大哥，他有大，<笑>快走，很冷静，我这不就是想着他惩戒惩三郎了吗？下路有机会吗？一发闪现的 A 惩戒直接带走，刀妹也来了，撤一下，撤一下。首轮是 bug 的徒弟，bug 黑狗之徒，打挺好的，上路还单杀。哦，豹你回了，直接拿，就不要拉出来浪费时间了，直接打掉。打完去上野去拿先锋。 吃个蓝 buff 去，破败刀妹了，有强度的。 这波一看就要炸！我操！啊啊啊！坏了，我被看到了。 大哥，闪现啊他！漂亮，我
我以为豹女来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哦，直接单吃两张塔皮还可以。撞姐姐，我只能对你痛下杀手了。都不用我出手。美滋滋，这样没伤害，伤害有，别急。侵蚀他就会有伤害，存在没有伤害的。为什么这个聊天？我看看，不能只开小队啊！你开小队没用的，你得用队伍队。队伍，你刚那个小队队友都看不到你打字，你们记得都得去设置一下啊。他现在默认就是什么小队，小队你队友才看得到，是你组队的队友，不是队伍里的队友。小老妹儿，来，哥哥，哥哥疼你。得稳点，得稳点，真得稳点。抱团，抱团，抱团打，抱团打。认真找机会了。搞个灰给啊，灰给啊嘞！这不就有了？只要我略微出手，就是这个分段的极限。大龙，大龙，蹲人还是好蹲的。先拉龙啊，先拉龙。小孩叫了个死亡神，三条龙，三条龙，豹女漏了，刀妹也漏了，其他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威胁。我在这边蹲对面娜美，我就不靠下路了，蹲一个。这波勾引漂亮，就等着豹女扑上来，还怕他不扑？青钢影还在后面乱杀，我应该得支援一下。
工资装，哎呦，我想给他吃工资装呢，他工资装还没满。我才发现他哥骂说工资还没满。齐安娜的伤害高啊，老麦会过来做眼的，真的。以我对这个老麦的，走吧，直接走，直接走。哎，别，这不能去的呀。哎呀我操，你别害我呀，我说了我不想打的，受不了了，弄他弄他，这波可以弄，我大清雨了，这哥们不走是吧，烫死，哎呦，一口奶。750块。哇，这道哥走走走走走，别猜别猜，猜的话要出事的，吹喇叭，nice， 熟人其实谁都会变大，只要你手里有的。